干，你要强迫我传走呢？我东西，我的身上很多东西哎、欸。哎，事件已开启。哦，还有28天呢、欸。有人问打雷怎么办？打雷哦，啊，也是这样结合啊。有人问，如果那个小鸟那个小鸟大便掉下来，这样怎么办啊？对啊，也是当作养分吃掉嘛。好悲啊！真的是，所有从天上掉下来都是大自然的恩惠哦。我们不能这样子，就是哦，那个大孕母嘛，那个孕育这个生命的这个世界。我跟你们说，弟弟说那么多假现实，如果做一个屋顶的。不用啦，游戏归游戏嘛，一码归一码哦，对不对？游戏就游戏了，游戏当然是。姐姐，干嘛啦？我被围殴啦！这里，等一下，他看我太帅了。哦，对不起，高曼拉塞。卡巴亚西要死了，小林眼镜。有一只很恐怖的东西在那边。哎，我居然拿这个敲你！哎，不行，太强了，我还是乖乖拿弓箭好了。你好了没啊？好了，我上来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那边，这里。你的那一边是哪一边？那边。等一下，我没看见你啊，我看到你的卡巴亚西。你看那一边。鸟便便也是嘛，没有错，鸟便便也是。你看那个。打、啊。等什么？加油好吗？我在后面。等一下。你干嘛打那一个？我说前面啊！啊，不是在这个火焰空洞骑士啊、喔。这里。等一下，先把他打死。好了。都一样啊。看到没有？哎呦，大只佬哎，射了啊！燃烧骷髅怪，血这么少哦呵呵，好恐怖哦！来啊，你动作这么慢，看起来就不是什么货色啊、哦！你看啊，这就所谓。哎、欸，我又按到切换键了，开始拿砖块来敲他。姐姐，我找到了所谓的恶魔传送门。哎、欸，那是副本吧？这里。这个干嘛？要用什么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万圣节活动是不是？黄色的你有吗？没有，他好像要黄色的。对啊，你有黄色的吗？等一下，他还在跑，他很讨厌。好屁哦。射死他！我黄色的碎片两个而已，其他都放回仓库了。不然我们就现场做啊！我们现场做啊！你那边就几个，顺便都给我。我这边也有。碎片都给你吸走了。我现在只碎片加起来总共只有9片而已。9片能做吗？620，我们需要12片。哎、欸，我忘记要怎么做了、欸。原料是不是？原料那一边啊？不是啊，啊，找到了，1、2、3、4，我们还差三个，我们还差三个。有一只啊。好。去哪？不够。为什么？靠近有的下来，没得上去。他们都会乱捡东西耶、欸，就捡我不要的，捡这什么啊？啊，捡这个铜，近战伤害药水。哎、欸，这可以吃哦、喔，这上面写消耗品哎、欸，吃了会怎样？吃掉吗？我哪只？算了，不要吃好了。OK， 我们还差三个嘛？对啊。好，走这里。好麻烦哦。哦。我们开一条道路。视频可以，我开啦，我上来啦。我开另外一边，好不好？安内康，安内比较方便。哎、欸，这里，爹，这里。干嘛？这里。等等。这里。哪里？这里。好啦，等一下，一直叫。干嘛啦？这里。什么？这里。OK，Let's go。啊！哎呦，又是副本。等一下，我应该拿支火把才对。好，用啊！来，这边放一个。哦吼！嗨，交给你了。
要给你了。好，解决了。这里我们之前有没有来过啊？没有啊。没有啊。有的话就不有那么多东西了。来，放一下，放一下。都有火把，你为什么还在放火把？我怕黑啊。然后，这个打架，得给药水，强大的魔力药水一罐，你是不是很需要？需要吗？蓝水，需要吗？蓝水给你。啊啊，嗨！蓝水给你。哇，好帅啊！你的魔法电死他了。来，我来当那个坦克嘲讽他们，你射他。哎，你的射程也太短了吧？对啊，我射程很短。这感觉就是中距离而已。好了，然后呢？放一下火把，把它打掉。拿药水。超爱超爱拆东西的。这个会掉药水啊，得带回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放个火把嘛，看安全。来，你看你自己爱拆东西，还说我，你拆那么爽。啊，有其女必有其父啊，真的是。我没有有其父必有其女，你不要说刀反啊！是啊，是是。不可以说刀反哦。啊，有其女必有其父啊。有其父必有其女啦。啊，一样啦。不一样，刀反一样啦。有其父必有其女啊。对。哎，这个我们来过啦，还是没有？哎，没有哎。哎，我们可以这边先放一个传送门，然后我这边有18个啦。我丢给你了。我这边好多哦，天啊！因为我身上很多。先放一下好了。你要不要放点灯光啊？可以啊，等一下。好了，然后盖完不要进去，有没有？你要进去吗？我们是要打那个红色副本这样子、欸。你就放一点火把再进去吧。不是，我们要去那个，我们要去那个红色那个啊。OK 的，我准备了很多药水。可是我只有三个黄色传送门方块啊，不够啊！进去过后再出来不是可以吗？啊，你要进去哦。走啊！好了好了，算了。走，交给你了，我在旁边看。这里应该也只是其他的地区而已吧？你确定吗？翠绿，欸、真的哎、欸，你可以出来了。No！ 被传走了。No！莫名其妙被传走了，被传走了，被传走了。新地点呢、欸？哎、欸，我们要不要回去那个地方啊？要啊。好，我们回去那地方，这是新地点。那我们刚刚那个地点是这个吧？北红森林吧？好、啊，我来传。我传，我按了。Cool。我按了，比你快，呵呵。这样对吗？你觉得你这样对吗？当然。No， 新金句，金句良言。No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再收集三颗传送门方块，我们就可以开启那道大门。还有28天。嗯，感觉好像是可以刷什么鬼东西，拿宠物吗？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去吧，我采点萝卜很需要。不用吧，我们家外面已经种满了。它还没有长啊，我不知道几只才会长出来。没长出来，你就等它长。你采那么多，你也没地方放啊。没有啊，我是采熟的萝卜，你为我采生的萝卜。弟弟啊，弟弟，我当时采熟的萝卜啊。熟的萝卜哪里有熟？这个啊、喔，对呀、啊，这是生的、喔。有分生的跟熟的，我看一下我们那个。啊、打怪看到了在那里，因为我找不到啊。狩猎喽，狩猎。哦，我打不痛呢。哎、欸，这种好像就会掉黄色方块，有吗？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香菇难受。100多滴吧，我想。为什么要让我一个人晒在这里难受？香菇。
真的是太难受了。欸，我卡住了。好，用这种方式打不错啊。接电池啊。好，捡了，把这里清掉，这样你也挥得到，好吧？跑屁啊！哎呦，我来救你。好，可以了。会掉吗？有哎，够了吗？为什么我只有两片，还差一片？那里有没有？我去找，都没有。哎，不是，他是三个做一个，哎，我们直接回老家啦，我记得老家很多啊。三个做一个，让我们需要几个？不要，我们回去了，回老家最快了。回老家最快是不是？对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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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他为什么不能把这个？为什么不能把那传？为什么不能把那传送平台放在我们家旁边？你可以自己做啊，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出来啊。工具台那边有写啊，你自己做啊。是啊，你看这又来了。我等你加油哦！他这个又来了，可是我这边种太多东西，他就有很多东西可以吃。可能是想吃东西吧。对。我加太多东西吃了，对不起。我看一下有没有，有呢，三个。哪？好了，我们有六个了，我们走吧。拿看看。我做一个钥匙给你，我做一个神奇钥匙给你。好啊。顺便放仓库，整理一下仓库好了。东西太多了，骨头。然后这个也放这儿，电器十一没，弟弟拿去。好，等等，满了，你丢给我啊。一般治愈药水一罐而已啊。它一罐就很大啊。是这样吗？一罐200呢。一罐补200啊。一罐补200呢。好不？还不够多吗？够够够够，可以了。而且我这边还有小型治疗药水。妈呀，不这样做啊！啊？哦，我找到了。妈呀，不需要种什么叶呀、啊？天啊，我棕榈叶。哎、欸，来捡一下蓝水哦，这里。哎、欸，回来。哎、欸，好，吸到了，走吧。我们直接传过去了。好了，假装就给你。够、欸。就给你。有什么？这边。哎、欸，我刚才刚放仓库而已。看，你要被传走了，那好，我好故意啊！看，哎，可是我现在卡画面是怎样啊？柯南子，哎，这个会产生 bug 卡画面哎、欸，我现在画面，对我卡住了，我卡住了，恭喜呀，恭喜，都是你啦。都是你啊，天啊！请问一下，关我什么事情？哦、我要重开游戏了，神卡。来吧，你应该也会断线。对。对啊，来要等你了。一个神卡哎、欸！啊，到我黑屏了啦！马上黑屏、啊啊。一部片会拍多久？不一定哎、欸，有时候30分钟，有时候一个小时。啊，你都不回我们啊！你不回我们。那还直播屁啊，那我不玩游戏、啊，我回你们好不好？爽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要玩游戏，不回你们啦、啊，按抓啦，咬我笨蛋，又咬不到啦，哭哭啦，还是说怎样好不好？以后你玩啊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去灭你啦！你不回我，我就跟你说，你都不回我，哭哭啊！冷静，冷静啊！干嘛？我真的很像什么？没有，你太激动了，感觉你好像已经积很久了。没有啊，就我在呛人，你知道吗？基本上我要关注游戏，关我呛人。不是啊，就其实讲归讲，玩游戏当然是要认真一点啊。要一边顾聊天室，一边又要玩游戏，那干脆不要玩好了，对不对？当然是有空时间看一下聊天室嘛，对不对？播游戏就给你们看，你们要不要看随便你们啊。对啊。而且我现在也不是开聊天台，
如果开聊天台的话，那当然说不理你们，那就当然是我的问题。聊天台的，如果滴滴不理你们，你们可以来跟我讲，然后我就。对啊，我跟我讲，可能我会开个聊天台，然后在那边香菇难受有没有？然后就不理你们，想哭难受，是居然在我一个人在这里，没有想到，没有想到，好难受，好想哭，啊，所以说啊，其实说真的啦，站在别人的立场去思考，你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了。好不好？这做人不要这么的自私。对呀、啊。你好了没啊？我已经在这里了，你在哪里？哎，我忘记。你要都不要。等一下，我忘记邀你了。爹爹，你太过分了，爹爹，你金价是太过分了。我已经都说了哈。哈、啊，有了老妈就不要女儿，我是计划我就算了啦哈，连游戏都不要邀我，你就是这样子对吗，弟弟？我就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？啊，老头，我已经订阅了，感谢你，感谢你。弟弟，我就不多说了，好不好，弟弟？你摸摸你良心，你觉得你？好啦好啦，可以了，快进来等你。不行，要呛一下你，会受不了了。啊，呛一下，呛呛呛。其实我是觉得，有一些观众都算是新观众吧，那他们可能还不太了解直播这些游戏的生态吧。对啊，其实说真的啦，直播这种东西就是玩游戏给你们看啦。那你要说每一个实况组都可以一一回复到你们的话，那基本上那就真的很强了啊。除非他有第三只眼在看聊天室啊，可能就用屁股看着你吧。对啊，弟弟，你有两个屏幕，你可以不要这样子吗？我可是我要转头啊，你也知道嘛，我转头看，然后就没办法专心玩我的游戏，然后我又会死掉，对不对？哦，我没那么强啊。然后你就跟你说，难受，想哭。哎，好了，可以了，打副本了 ，Go Go Go！ 感谢感谢。